牛排两组，小雨的弓好不准哦，好不准。我站在他面前吃牛排，他都没射到我。居然说别人不准。嗯，哇，我们好多牛排哦。哇，哎、欸，我刚好回来。牛排刚刚都是我换的，这样大家吃牛排比较好，比较容易饱、嗯。有有有，非常好哈，好的不得了。容易出现啊！哎、欸，有人进来到家里了。哦，我在附魔，所以你们没关系，先撑着。我家的哈基没关系。好，给你打，给你打，给你打，让你赚经验。我、哦、靠，汪汪吓死谁啊！不要怕，不要怕。我是隐形的，我是隐形的。就是看到隐形，想说怎么可能没有发光？不要不要自己人吓自己人啊！出来了。哈基的灵魂很会，哈基的灵魂就这样飘了出来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几个人前压了，因为箭矢，因为他们被打得蛮惨啊。一个逆转了，刚刚一开始被他们打得蛮惨。那个繁星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个那个核心附魔稿？我把、好，我把是要放箱子给你啊？对，放箱子给我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没中？中间箱子，哎、欸、哎，他们两个人，先回来，先回来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来了来，他们在上面。好，代表他们家现在没什么人。啊，没射到。我看有没有办法过去挖。我计死了。好、哦，谢谢，都是被我射死的。太厉害了。太溜了。太溜了，真的。哎、欸，他们有一个。欸、他们放空城了，我去把他们歼灭喽。因为他们比赛要结束 了，因为我是效率稿。好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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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快！结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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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束了。拜拜！哇塞，效率三的稿子，效率四，超快！今天什么事情都没做就赢了。我只杀了三个人。我在擂歌中赢了。I'm sorry 。上去了，上去了，上去了，上去了。好，装不太，那个小柯的装备太 OP 啦！你们怎么了？装备太 OP 了，什么了啦？天哪，小柯你的装备太 OP 了，太强了！不是、啊，没有啊，就那个，你们前面很顺哎、欸。对啊，对，我也觉得我们前面很顺。对啊，那个击杀任务让我们赚太多了。命的时候啊。你偷了多少铁？只有清除一个隐形钥匙，两组半啊，好难过、哦。汪汪，你的两组半的铁被偷了。自暴自弃型指挥归家的阿宅，没有啊，他妈一组半的铁被偷了，两组，两组半，两组半，大家认识记得吗？没人有啊，有啊，有捡到啊。谁在我后面？我可以问一下吗？为什么你们让小雨有功啊？对啊，小雨射得很烂哎、欸。对啊，我多少是在他面前吃牛排，他都没射到我。我没有办法。其实你知道，我一开始的三十等，我拿不去攻，结果无限对不对？对，无限。对啊，那时候我感受到。踢下去，我挡住想要吸箭时，发现你被我起来，怎么你被我大脚踢下去了？弓箭被踢下去，这叫下水饺。欢迎欢迎，为什么？哦，巧克力，我没有办法、啊，我也好想要你那把弓啊！欢欣鼓舞哎，对啊，然后他进去没有多久，然后就死了。而且你偷那个铁矿那时候，我就很怀疑，我就想说你为什么还要开中介箱？我就说一定有东西被哈基偷走了。而且他真的总是绕到山上那边去偷那个啊，开箱子啊。没有，我就只是就挖了一条通道啊，挖过去，然后就哎哎、欸欸、没人在，哎哎哎铁，你要不是我穿啊，太坏了，而且你居然还穿还喝隐形药水来打我，笨猪，谁坐在我后面啊？下去啊，可不可以坐两个人哦？不能坐吗？下去下去，不要不要，我要下去，我要去跟刚刚，哎、欸，柱、欸、子。一壶给个 ID， 我要进去了。巧克力是你操作啊？一局啊？后没有，一开始不知道，我知道有人在打我。挤出来，好烦！我要发车子，然后后来是那个发光啊，一发光就说：“哇塞，哈基就是你！”对啊，有一发光，哈基跟我在对面。对，那个发光太霸气了。我还一直打空气，希望可以打到你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功？直接跳的刚刚好，让哈基发光啊！太霸气了。哇！哎、欸，刚谁杀的？动物出来了，一定会有人把他杀掉了。哈
先千古不变的道理吗？我没有啊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把你放在船上。有位置。好。进去。啊，我们等一下要观众场吗？为什么这边还可以杀人？啊，好难过、哦。在这边还可以杀啊、哦，好猛、哦！对吧？打指令啊！打针打指令啊！像这样子啊！地球哎、欸、哎！你们刚刚是打怎么样啊？像是这样子、啊、都在游泳啊！我们等一下要不要跟观众一对、欸，然后就是实况组分两边，然后一半一半。对啊，还有观众在。哎、欸，好多装备，装备，装备太多了。可以，他超多的，好不好？你看一下他的弓啊，超烦的。不是那些是我啦，白痴哦、喔！我要澄清，那些都不是我的装啊，你们别这样啊！哎、欸，不是你的装，垃圾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是这个，这不是我的伺服器啊。强力四的好乱哦！不要追着我跑，白痴，撞在一起了 ，no！ 我一开始喷掉那一把伺服器，撞到无限。我，你知道我看到993，我就按下去，结果居然有无限，哇塞！我跟你讲，我一把弓只有击退一。那时候看你有弓就觉得不得了、啊，那个箭矢吸不起来就知道是无限。烂爆了！重点是刚刚全身铁装，然后满血，然后被巧克力一剑秒掉、欸。哎，对啊，我觉得超夸张，太难过了。极限 kill 那个我没办法、啊。不会啦，小雨还好啦，我在你面前吃很多牛排，很好吃。我知道啊，怪怪的可是我本来就不会射箭啊。而且不跟我把东西拿走。而且巧克力最后在挖的时候，我们全部人就啊算了算了，给他挖了，不要挖。我在看你们完全头也不回的走，我就知道你们大概也没有要继续了。没有人要那个回去。然后我就刚好有效率式的核心稿，哇哇哇！有一次挖好快哦，汪汪那次是怎么回事？他也是效率稿啊，然后隐形过去，隐形药水哦。然后呢，我敲完五下之后，我就跑走，看他们会不会出来找。然后结果小雨还归在那边，那我就我还在里面。对，小雨非常守家，可是守家好，只是变成我们的守家，然后那个我们的矿物来不及挖，后来就怪怪的。后来我觉得，后来你们就没有再挖那个嘞，赚那个黄金跟绿宝石。对啊，后来没办法，一亮了之后我们就没办法去挖了。对啊，有我看出来你们矿物资源不多，因为我去隐形偷你们大箱子的时候，里面一个鸟都没有，没有什么都没有，没有，我只是来偷我们的箱子，什么都没有，我只看到19个那个青金石跟19个牛排，对啊，牛排啊，不要偷啊，啊，我 server 先重开，我还是觉得五个人真的太少了 ，OK。所以等一下要一起打观众，还是跟观众一起一对？一起打观众，打观众，一起打观众。有表示不爽，我们可以打个观众再来跟。有你不要激动哦，有些观众很强哦，有些观众真的真的。我们曾经真的差点输给观众，差一点，真的不要小看观众哦，超可怕。那就一起打观众。啊，OK 的。等一下，哎 ，Server ID 会 IP 会变吗？会、okay, 现在先还不会变，先等一下你重开就会变了、哦。没有，你还是要遮，你还是要遮，因为有限定限定人啊。嗯嗯，巧克力巧克力，嘿，等一下什么意思？阿 C 阿 C， 等我一下。哦，对，我突然又想到一个很机车的事情，我切一下，我切一下，我久违的又想到一个很机车的战法。怎么还轮不了？在我隐形之后，我突然又领悟了一些事情。还没开巧克力有开台啊？实况完，嗯、观众都学巧克力，很怎样？摇好雷，我怎样？很讨厌，很讨厌。所以等一下有10个观众进来，就等于有10个巧克力进来就对了。哇、哦，等一下去打巧克力，有那么夸张吗？打台，好，所以不要胡言乱语，僵尸。有开了吗？我 RC 看不到。喂，嗯 ，server 开了 ，server 开了。哦 ，server 开了。对 ，IP 一样，还是要遮哦。IP 一样，对，还是要遮。好，希望不要再那个可恶。没有。团团，你刚是断是不是？好可怜，断，他一直断。你被断开连接了。回来啦。对，是希望这场不要了。等待的时候就来吃饭。这关就很恐怖啊！伙伴们。拿起你的钓竿，什么鬼啊！准备钓鱼。汪汪，你要给我钓竿。汪汪，你要给我 OP， 要不然我不能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好，先给风破 OP。等一下风破，你不要跑，看不到你在底。今天会到几点？不知道哎、欸，看就看状况吧。看完几场才会知道。准备说密码。
好哟，密码喽，14789635，14789935，哇，好长、啊，都已经有了，有了吗？有了吗？我看看，有，慢慢在加，在那个僵尸队伍，好恐怖。我刚蹲在椅子上钓鱼，哎，好快、欸，可以十几个嘞，满了啊，十一打三啊，可以的。一，我先跟他们去讲 IP。三，欢迎强盗，等一下哦，我要给你们 IP 1.9.2，然后 IP 是这个，对，666，准备进来不？啊，记得 IP 还是要那个遮一下，不要外泄，应该说不要外泄啊。等你们进来，看，不是我怕被打，我现在是怕被打。我也是，我先浮空了，我不想被下面。米飞上一次就发现一个掉到一个观众，掉到一个观众，掉到一个巧克力的观众。在干嘛啦？在干嘛啦？钓鱼。对啊，可以，我们可以先加队伍。先加队，先加吧。来，我们要加哪一队啊？三绿绿的，哎呀，就每绿绿的，对，跟你那个帽子颜色不是，我说跟你喜欢的颜色。我没有搞错啊。来，那一啊，团团你喊好了。好，哎，我弟耶。三，呜呼，为什么？他弟吗？是怎样？我没有打你。又是钓竿送时间吗？诺曼蒂，钓竿在哪里？你弟嘞？我好久没看。哎，哈蒂，那个没有诺曼蒂皮卡丘，为什么一直打我？黄色头的皮卡丘，他居然在观众区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有一个裸体巧克力？不是尤克力，要正版啊，要正版啊！哎，有一个裸体巧克力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哪里？来我这边 CC，真的，巧克力，哎呀，干嘛？他背上还刺青，裸体巧克力啊！重点是他背上居然还刺青，来看这是谁？对啊，快掉裸体巧克力，快掉到掉他。我已经杀了他，死掉了，好可爱了。他应该复活吧？你赶快去换 Steam， 不然你等下不能玩哦。要正版，现在在玩啥？玩。我看到阿神歼灭了，我重开一下。好，有妹子，妹子一直在跑，妹子不跑了。他是男的，放弃吗？这个是男的。我面前这个一定是男的，长头发哎、欸！哇，我都你也是长头发哎、欸！那这种事了吧？还露肩带，他倒了。你看啊，这个穿条纹装的也是啊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对，这也是男的。我要把 skin 换巧克力，不要了。我是男的、啊，恶心，直接承认。对啊，我是男的、啊。我还在吃晚餐，加持还有机会。接哎，所以我们是要等他们选好队伍才能开始吗？对啊，小雨，对，不要打我，那快点嘛，小雨，哎，男的吧，小男生，哦，对吼，对吼，还没开始，我们现在是观众场，对，观众记得加红队伍，是我们家观众，观众场，一定要有那个裸体巧克力在吗？你看那个 tape， 他的大头跟我一样，看得好欠揍。现在是观众场啊，等观众都选好就可以关掉啊。他的第二层 skin 的头的第二层 skin 可以关掉，就应该就不像了。哎，猪哎，暗杀教室的哎，他背后还有那个巧克力砖的刺激。正在准备，这个啊，哪里？哪一个？我怎么？那个裸体巧克力，我在背着看啊。谁在钓我啊？哪天来个裸体哈基，恶心啊！恶心啊！他在摇，我跟你讲，这里面有用哈基，有没有在打我？不要哦！我现在能控制往同一个方向跑啊！不要打我！全部人对小丑一个，你要累死他！这裸体巧克力怎么办啊？会不会搞混啊？不会吧？看明条还好吧？哈基，你就算还好啦，就算没有人弄你，你还是慢慢把你的衣服越穿越少。他没有最强的暗杀者，好痛！不要打了，为什么一直弄我啊？干嘛啦？真的，不会吃啊！不要打，打屁哦！那个裸体巧克力要完就赶快选红队哦！不要打我！而且选队伍啊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。他的帽子那边的 skin 没有消掉啦，好蠢哦！
哎、欸，真的耶！哦，我要回去，不要用我。好、哎、，OK OK。他刚是不是因为没有输啊，所以没办法选队伍啊？我又按了，有他换了。没事。哎、欸，有人在抓了。我又在叫人，一直有的，这个有的什么？没有没有，还有那个有人重开机，杠杠，等杠杠，重开机，来米菲达树，米菲达树，我来啦，我抓到门市，杠杠就是很大牌呀、啊，哇，哎、欸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来来来，不要打我，大树，大树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